香港平一級賽隨時預備起步，預備。呀，李寶嗰陣啊，應聲彈出咧，偶像係相當之快噶嚇，顯顏色亦係唔慢噶喎。我慢慢埋跟嚟就見到三角洲中間仲有魏高強拍住一齊，仲有波蘭之下。而且入邊中間位置嗰只就係加比奧嚟嘅。咁啊，再後少少咧，跟住先見到雅佳利，雅佳利跟住入邊就係守護神啦。入邊內籃位置仲有神鷹飛翔。咁再後啲跟住先至見到咧，其實原居民咧，再之後跟住就神采金剛就貼住內欄嘅位置。咁再有個零馬位就見到豪情快勝喺入邊，外邊就百勝區喺曬尾就多旺啊！距離頭馬有冇係九個馬位左右嘅？好啦，第一次過終點啦，前面放頭，魏高強放出頭一個馬位之先領先啊！偶像就守住個第二位嘅，波蘭之下喺外邊嘅第三，黑住入邊顯顏色係第四。再有啲神鷹飛翔守住內欄嘅第五啊！神鷹飛翔外邊跟住係加比奧大外欄嗰只咧就係三角洲嚟嘅。再有啲跟住就係呢個守護神拍住就神采金剛。咁再後少少咧，跟住先見到雅佳利啊，雅佳利拍住一齊咧，仲有就原居民嘅話。然之後再後啲跟住先至見到豪情快勝，豪情快勝後邊就百勝區睇曬尾仲係多旺啊！距離頭馬而家超過十個馬位開外㗎啦。好啦，啱啱走到對面直路啦，魏高強約可以兩個馬位之先領先啊，依然守住第二位嘅仲係偶像啊，過嚟馬位之後第三位嗰只係波蘭之下。咁跟住再後啲咧，跟住就係呢只顯顏色，顯顏色外邊就三角洲。咁再後啲咧，跟住先至見到加比奧逐步開始推進啦。然之後入邊內欄上緊嚟，仲有神鷹飛翔。再後啲跟住就係呢個守護神之後入邊內欄位置咧，就係神采金剛，神采金剛再外邊就原居民。然之後跟住先至係雅佳利喎，雅佳利再後啲咧，跟住就係豪情快勝，豪情快勝外邊係百勝區喺曬尾，依然仲係多往距離頭馬有冇係十個馬左右，約莫仲有900米到終點啊！前面放頭依然車戰車走，仲係魏高強用翻舊年嗰個戰略喎，守住第二位仲係偶像啊！第三位上咗嚟嗰只咧就是呢、這個顯顏色嚟嘅，顯顏色跟住外邊仲有咧就係、是、波蘭之下外邊仲有三角洲啦，再後啲跟住咧就係、是、呢個加比奧拍住呢個神鷹飛翔嘅，然之後逐步推進咧就係、是、守護神，跟住後邊騎緊褪緊嗰只咧就是、神采金剛。原居民而家開始踩一拍住一齊上嚟，仲有雅佳利啊！咁再後啲跟住就係豪情快勝，豪情快勝拍住一齊，仲有百勝區喺曬尾，仲係多往啊！距離頭馬依然仲係有成十個馬位距離噶。好啦，差唔多轉完彎預備入正直路，前面咧魏高強依然放出頭啊！偶像上嚟追佢，加比奧就上到嚟第三位，波蘭之下仲係等緊位嘅，外面衝緊上嚟就跟住見到啊守護神啊，但係外面上嚟仲有三角洲，所以最外面衝刺嗰只咧就係有百勝區嗰啲馬。前面嚟講魏高強依然領先啊，後面第一隻追上嚟咧就見到偶像，但係外面而家上緊嚟咧，跟住即係見到呢只就加比奧啊，中間穿咗上嚟仲有雅佳利嗰啲馬嚟嘅，魏高強就開始力弱啦，加比奧過咗佢，入邊雅佳利三排兩步咧衝緊上嚟嘅，加比奧而家依然領先少少，雅佳利追來追去追佢唔到啊，加比奧跑第一，跑第二名，雅佳利跑第三名就係神鷹飛翔嘅。加比奧結果就贏出呢場香港平，查爾尼啊騎得相當之出色嘅，雅佳利留頭鬥後最尾喺入邊穿上嚟，好可惜，為時已晚，亦可以話魏高強咧用翻舊天嘅戰略最後幾步一樣係無以為繼。大外欄而家神鷹飛翔炸一聲上嚟，亦係難越女池半步。加比奧 set 咗呢場賽事做目標，結果查爾尼亦發揮得出色。加比奧跑第一，雅佳利跑第二，神鷹飛翔就跑過第三嘅。跑長途真係講級數啊，就係、是、最高評分嗰三隻咯。跑第四嗰只都係講到懶成咁啊！跑完咁講，咁都要講個狀態啦，係嘛？我係咪一路都講呢只馬係最 fit 㗎？嗯啊。最 fit 嘅，我话知你左转右转啊，入直路一拍住啲冲，喂，嗰啲步头零舍系先，零舍系利嘅啲步头，吓、嗯，佢、啊、硬朗仲一路维持住一路，到过终点仲维持。